shirt that I got you half asleep, holding on to me, my bed where you left me tangled up. Now it's new in your shirt that you gave me half asleep, wishing I still had you. OK， 我们刚过西峰的，刚刚那个凉亭叫什么？刚过梦露亭。啊，当摄影师就是这么辛苦，背了四公斤的设备在身上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像我这么笨。手术后大概半年，爬了几个小山，玉山是当中最大。现在在努力，还是很贪心的，带了很多设备，想要能够拍摄一些影片。我非常喜欢 vlog， 特别旅游的 vlog，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身上的装备。大家可以看我后面有一根登山杖，事实上我爬山到现在我还没拿出来，因为我太贪心了，我手上拿太多设备，我想要拍，所以我一直没有拿出登山杖。然后其实我有一根很长的，好痛。自拍棒，有时候我会应急的先把它拿来当登山杖，虽然很危险，但够用了。然后在我的胸前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运动相机，不是 GoPro， 也不是Insta 360，没有，它就是很出街、很亮光的小小的记录器而已。但是其实呢，它让我记录了很多旅游的画面，虽然说可能构图不是很好，但我自己个人其实挺喜欢的。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再入手一些不错的设备，能够做出更好的作品。背后还有一台单眼，然后上山只带了两颗镜头，原本带三颗，拿掉一颗人像镜，虽然画质会很漂亮，但是走来走去的我根本没办法很准确抓到目标物的焦段，所以我决定我就还是带着变焦镜跟大广角。希望今天晚上在盘云山庄呢，没有什么云，也有机会可以拍到银河。啊，再来最后一个，带了空拍机，希望带空拍机上玉山主峰的时候能够把它记录下来。我的队友他不太愿意走在我后面，因为我刚刚开完刀，我肠胃一直在放屁，是很浓烈的屁这样。我们在盘云见。队友要虚脱了，来说说感言吧。现在是不是想要直接在一边扎眼？这个有点吸不到氧气的感觉。你啊，你也高山症？那就会有点晕了，但还好，偶尔休息一下就好。很好，没事，好好休息，不要一路冲太快。麦给奥，麦给奥。我们昨天晚上住一个山庄，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们订到900公尺的山庄，它是登山口呢2600公尺，开车上来还要再开1700公尺上来，不高山镇才有鬼。登山口到盘云山庄900公尺，盘云山庄再到玉山主峰500公尺。各位加油加油！我的 BK， 很近的，很近啊！我们刚刚还是小小的，完全快到了。对啊，根本就走几步就到了。早餐有挂包跟热奶茶。这个树的旁边才不会风这么大，我还在
在那边先等我的队友，当中有个队友高山症比较严重，有点一直都想吐。我现在在将近三年期的高度，对，刚那一段不能停的，停了停就糗，太难了。你吹我头又太痛，原住民还好吗？可以打哈欠就代表还很好，可以的，快到了，啊，操你妈的，啊，玉山最痛苦的不是难爬，要不然玉山最痛苦的是超冷，超冻的，超冷，上面现在人超多。我们终于到了台湾的最高峰3952公尺。笑就好了啦，还在里面。我知道为什么刚刚坠机了，我刚拉太下去了，就它撞到山壁之后，它的一个螺旋桨断。现在这三个人在干什么？他们在拯救小白。他们的小白差一点就去了。哎，小心啊！好啦，可以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好了，你不要做这种动作。很可怕，对啊，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，好，回来。原本是拜拜小白，差点变成拜拜谚语啊！你真的很吓人，你别这样。有拍到就好，有拍到就好了，对，有。